别这样，别这样，什么别什么这样，两边全一约约那么老多场了。咱俩打谁一会儿？不是，杜子峰已经给我安排出去了。你们老哥经常上，挺好。哎呀，不是，那太那什么。不是，就你俩一块挺好。我俩一块儿。你们因为你们太努力了，我们就放点。我操！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！我站半天找你，亏怎么给我安排那边去了？啊，是吧？安排那边可以那个弃权，不让去，不让去。快戒酒了。昨天为了看热刺喝了两罐，那还不如不喝呢。是的啊，气死我了！一开始吧，上两分钟戒一个，我靠，那不得开一罐？我已经戒了两周了，我就操，今天。戒了，我得戒。喝完两分钟敬一杯吧。喝完疼吗？没有没有。那你没去喝疼吗？对，那么多，稍微就一洗。然后两罐喝完，我靠，球下半场垃圾踢的，上半场还有60多的控球，下半场没人控球，拿球就丢，那还打毛线？我在想，肯定要输。那个孙兴民那场啊，啊，那黄奕。黄一灿的话，但是呢，对手确实也很那个，很脏。那个不是裁判太凶了，就啪啪打脸都没用。裁判一开始把尺度放得太凶了。对啊，然后他们就直接犯规，咔咔的把那个热刺就有点怂了。他一看对手这么猛呢，呱呱的犯规，他们就怂了，不敢拿球了，就不敢那种一脚打，就怕把人废掉。也是那个，一个是麦迪逊。还有之前罚下俩，然后你看这是上去都是替补的那种，是不行，确实不行，球拿不住，就默契度太差了，被人一包夹直接就了。那之前面打那个，就算打曼城或者打谁，打阿森纳什么，都是球哒哒哒哒，感觉我靠，都特别流畅啊，都往前推进的。后来我昨天看下半场，靠，球拿完球往后走，不敢往前走，那还挺危险的。他干嘛？我就怂了，气势上，怂的不行了，气势。没有一个人站出来，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。那时候像麦迪逊如果在的话，他会控制节奏什么的。所以这种球队板凳太浅了。坚持比较多，是吧？估计还接下来得连胜一场，是吧？那不至于吧？你看现在有红牌的得进三场输掉，不是直接罚下吗？直红停赛两场够了，你累计黄牌停赛一场，现在不能直接黄的吗？啊，直接红的吗？是吗？哎，金哥。啊，把你放下了，有我吗？有，因为当时没有。
主了。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哎呀，别去说了。哎呀，如何是好啊？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本来瞎的。啊。哎，坐坐坐。这老头子跑跑还能砸的。跟我前面蹲着。哎呦，过来过来。
来，周总来打一局。来，周总来。